此时，一个东北名媛正在享受周末时光，她拿起了她的下午茶。她说：“你坐。”她正在学习进步，丰富自己。轻轻的，我走了。正若鸟不悄的来，你学着点啊。什么意思是？劳逸结合。我饿了。啊，服务员。你们干啥呀？这是图书馆。他拿起了今天第一个菜品，干豆腐卷大葱，第二个黄瓜蘸大酱，还得叫拌蒜。你这水味得成大了。陈医生，你好女士，咱们图书馆不允许吃太刺激性的食物。我傻的。你这味儿大，一点都不生活。